我们今天继续来给大家玩《我的世界》GTA 中国的地图啊，现在是晚上啊，但是没关系啊，对于咱一个夜猫子来说，这都不是事儿啊。我们传送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，叫做射击训练场。你看啊，一定要设置重生点再进去，右键点下面的按钮传送至前面的射击场战场，右键下面的按钮设置这里为重生点，看似很难的意思是吗？走，我看看。哇塞，上来就是一通怼啊！呀，军人，我们要打的是里面的坏蛋吧？好，崩死了一个啊！谁还在打我？哦，我们是扮演这个军人啊，然后打这个恐怖分子。哟，死了！哇塞，我竟然没打成这个记录点啊！哇塞，谁又在打我？好，我们又传送回来了，但是我的子弹好像不是太够了啊，还剩12发子弹，走吧，进去试试啊，这是坏蛋，哇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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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死！不要死！那咱们拿上咱们的狙击枪吧。哇塞！这根本没有给咱一个做掩体的东西啊！哇塞！这射击练习场竟然如此的难吗？不是搞笑的吧？我的天！走打！哇塞，我盲狙死了一个人，看到没有？掉落钱了！哇塞，那边又出现，刷出了这个坏蛋啊！这是我们的战场，我们先把这些钱都收了啊，1000块钱和钻石，然后我们找点东西吃。哇塞，这些东西都没有一个是能吃的呀！我们上二楼看看呢，二楼有没有猫着人啊？这边已经被我们的解放军给占领了。哇塞，给我打到哪儿来了？哇塞，这换子弹太捉急人了。我们需要 AK 啊，我们 AK 没有子弹了是吧？呀，盲狙狙死了。找个地方啊，回点血。这类似于是一个1v1或者是多 v 多的一个，狙击战是吧？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躲避点啊，还有10发子弹，恐怖分子来吧，一枪干掉你。他们是不是还会不断的刷新呢？所以我们打完赶紧把钱舔完就跑啊。好，这边是一些能躲，哎呦，看我就说吧，好。一枪毙命啊！这边是刷这个恐怖分子的地方，哇塞，又被打死了，呵呵，好玩啊！这个没事儿的时候，咱们来这儿练习练习是挺好的一个地方。但是咱们的钱，咱们的这个武器好像不太够了啊，我们去买一些子弹吧。摔死了。它这个地图有时候把这个武器店的这个坐标做的有点问题啊，你看老是给我们复活再传送到这个天上去啊。嗯，好，我们去找一下这个。哇塞，这是个金库吗？我的天，这是哪儿？这是哪儿？特殊药水店。我们要去的是武器店啊，这特殊药水店是干嘛的？武器店老板，哇塞，他也卖枪啊，太好了！但他卖的不是子弹啊，他卖的是狙击枪子弹。哎，92式这个子弹，这个我得多买一点啊。92式子弹是这个92式手枪所标配的子弹。AK 的子弹是哪个？我们看看 AK 的子弹，他们家好像不卖 AK 的子弹。
这边呢，肥料商人。哦，这是卖金克拉那个人啊。这边呢，诶，这是个什么地方？这里竟然卖这么多乱七八糟的。老板有事出去了，所以不在。好吧，好吧，你厉害啊。这里还有重兵把守，咱们先换上咱们的小手枪。这地方竟然还有，哎呀，地方竟然还有这个地下室啊！这是什么特殊药水店老板？他卖啥？我们来看看啊，强化药水、喷溅药水、中毒、生命提升、瞬间治疗啊！强化药水，我们买一个吧。这强化药水怎么用呢？一会儿我们喝啊，现在先不喝。哇，又是这种，这叫什么？马赛克的这个感觉啊，这说明就是终极武器啊。走，咱们去武器店再看看。武器店老板，你这儿有这个 AK 的子弹吗？机神之剑，这是什么鬼？买一个狙击枪子弹924 AK，哎，看啊，需要100块的纸币，咱们来换一点。好，我们拿到了子弹和钱，我们今天拿上我们的 AK，呀，天已经有点黑了啊，那咱们今天先到此结束，下一期咱们再去。